的感情升华了吗？ OK， 他说我老婆，我会打一下电话。来来来，十指紧扣，让我们媒体朋友捕捉一下画面，可以啦，相亲相爱的画面啦。哎，我觉得灯光闪的好像有点少，不然我们来对看，十指紧扣加对看，可不可以？我们对看五秒就好，静静的对看一下，让大家满足一下少女心的感觉。那就磨个鼻子吧。磨个鼻子，自己加磨鼻子。好啊好啊，那我帮你们拿麦克风。先加可以吗？老婆说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们来十指紧扣磨鼻子一下。磨鼻子。好，可以。可以刚开始了吗？好，来。哇，磨鼻子，要不要磨一下？你们只有碰鼻子，这不是磨鼻子哦。双腿磨，双腿都是汗，是不是？两个人的汗交织在一起了。OK 吗？有拍到吗？有拍到吗？很有爱的一个画面。差不多。好 ，OK OK OK。因为一个就是比较黝黑能武，然后一个是能文，但是都是直男。那怎么被掰弯？那怎么被掰弯？那怎么被掰弯？为什么？那怎么被掰弯？亮哲先讲好，因为亮哲感觉很 man。不要讲，刚刚他老婆都已经传讯息来说磨鼻子哦，磨鼻子是吗？对，你们第一，因为两个人也不熟啊，一开始就要演出深情脉脉的。好，所以该怎么办呢？嗯，其实我觉得不熟也好，对，就是不会有，就是可能会笑场。我觉得不熟的话，其实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可以去。被挖掘，那当然因为我们拍摄时间没有很长，对，那也来不及到非常熟的程度，这样那些所谓的眼神的交汇都在很简短的，就在当天就结束这样子，对，就是当天就结束。我们的其实我们的我和昆达的恋爱就在短短的3个小时之内就结束了，但是。